以马内利，神的爱与你同在。周末亲近神，陪你读经祷告，爱家人。神说耶稣的另一个名要被称为以马内利，这个字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这一周我们要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第七章。原来早在耶稣诞生前七百多年，先知就把以马内利的祝福传递给百姓了。无论你正面对哪些挑战，愿你都能感受到以马内利的平安。相信这个好消息会为你带来满满的盼望。今天的敬拜诗歌就叫做《以马内利》，感谢耶稣使我们能享受那丰盛的慈爱。以马内利。
生在生